是一群傻瓜，都不知道我袖子里藏了什么东西。来吧，我的饼干面团，生命粉末来了。第99个面团成功放进量杯里了，现在只要等面团发酵就行了。大家辛苦了，终于完成了。别开玩笑了，统统看我用种子嘟你们的嘴。你等着瞧吧，我一定让你大吃一惊。总有一天你们全都会后悔的。好好见识我的威力。小心，量杯裂开了，生命粉末浓缩液流出来了。什么？面团里要是混入生命就完蛋了。黑暗席卷而来，就让我来挡下。你很好奇这个世界的秘密吗？出兵！守住！我来压制邪恶。姜饼人王国，我会和你们同葬。